这司机就这么块位置，司机说非得能装上，你让他装。又走一台啊，2019年的一个零工968F，装，你让他装，我真是服了。什么车能看不出来吗？能装上吧？能装上吧？我说装不好，你不信？顶着斗子嘞，怎么装？你看啊，说装不进去，非得说能装进去。这么块位置，你装个30还行，你装个60，疯了的。这个司机快疯了，反正装完车我们这不管了。2019年零工968F，刚到家啊，还没上图呢。来个老铁，秒杀了啊！感谢大哥支持。